所以所呈现的味道也都会不一样。你这次呢比较偏向热带芒果香，果香的味道哈，都可以仔细来闻。那这步骤呢，可以浅尝一小口试试看哦，喝一小口，在舌尖感觉一下味道，看见是巧克力甜甜的，舌边贴到下温热感入耳回甘，喝一小口试试看。然后酒精浓度呢有40度，如果说不敢喝烈酒，来边桌上准备水，不敢喝烈酒可以加水哈，一比一就调和，就剩多少酒就加多少的水。那我们现在设的是这一支哈，我们现在设的吧台上这一支格马兰经典单一麦芽威士忌哈，我们现在设的是这一支，这是我们波六面银牌海边特金酱。我们这边呢只有提供这支酒试饮，那如果对我们其他酒兴趣的话，桌上摆放闻香瓶，等下等会打开来试闻看看我们其他酒的味道。那等一下我们试饮结束，来宾的杯子放那边放哦。等一下，我们试饮结束，来宾的杯子放那边放哦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们闻香瓶是提供试闻哦，不提供试喝哦，谢谢。哎，我们只提供试闻而已哈。桌上的闻香瓶只提供试闻哈，谢谢。如果你喝光了呢，我们下一位客人就没办法闻到哈，谢谢。那等一下试饮结束，来宾的杯子放那边放好，我们要准备餐车。那我们一定要双手右手边的商品部做移动。我们二楼是 Brown 咖啡馆，等一下可以上去喝杯咖啡休息一下。那等一下试饮结束，来宾的杯子放那边放好，谢谢。来，等一下试饮结束，来宾杯子放那边放好，谢谢。杯子放那边放好，谢谢。然后二楼是布朗咖啡馆，等一下可以上去喝杯咖啡休息一下，谢谢。